心灵堂场的活动呢，疫情艺术节，你看，五分车啦，火车头啦，还要做那个无敌铁金刚的造型呢。注意看画面的正中央，你看那个就是无敌铁金刚的造型，然后火车头嘞，你看到火车头，然后那个玻璃窗那边就好像眼睛，很有创意啊。